我现在刚下这个九号线啊 ，S9， 然后我现在坐车就到那个 S1 那个 Orenburg 那个地方，还有8分钟。这个小站好小啊，再往下一站就是终点站了。我在车上认识一个小女孩，她也不比我可能大一点，她是到终点站那边坐车，也是在来这边旅游的。这小站太小了，这郊区还是很破的，我感觉墙上全都是涂鸦，大家能看到吗？就是远处我指的那个位置，其实这种涂鸦一路上都是，到处都有。